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开箱这个 The Force Bag 这个道具。那收到之后呢，它的这张的纸的后面它是有教学的。那它的教学是文字的教学。那我们本身有拍中文教学，所以有购买的可以跟我们做索取的动作。那它里面的道具呢，大家都知道就是强迫带嘛。强迫带就是顾名思义，就是它里面是有分层的，所以它是可以强迫到观众选择到。你要选择到东西这个样子，那你仔细看它的近距离，看一下它的整体构造，非常非常的透明，算是品质做得蛮好的状态。然后看一下里面，那我就不让观众看它的另外一层的状态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做出比一般强迫带还要再小一个 size 啊，因为我以前看过的强迫带是更大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也算可以舞台可以近距离拿的，算是还不错的一个 size。以价格来说，它的整体状况算是蛮实惠的。如果还没有强迫带的模友，其实可以考虑入手一组这个样子。好，谢谢。